声明，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中国历史艺术，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同时无任何影射，不涉及任何政治。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时候，国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当时的贵州遵义召开了我国如何独立自主地解决我国的革命问题。而这一次的会议相当重要，原来就是当时的红军在第五次的反围剿失败以及我党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危急时刻。我党中央为了纠正王明左倾的一部分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这些错误而召开的此次大会。这次会议也是我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的我党的方针政策的会议。就是这次会议上，我党在极端危险的时候挽救了党和红军。当时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党的地位，并且指出李德、国土、周恩来等三人军事上的错误，而这些主要的责任则由李德、国土同志承担。当时我党成员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博古同志，并且推举了当时的毛泽东参与整个中央核心领导团队。当时的博古未曾想到的会是这样的结果。当时红军在一度赤并且到了鸡鸣三省的一个村子的时候，周恩来同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跟博古说，我虽然长期做都是在做我党的军事工作，但是我知道你是有才华的，万般的是你不懂军事呀，根本没办法领兵打仗，所以你跟我不合适做领袖了。毛泽东同志本身就擅长农民运动，而且经过井冈山上的斗争总结出了独特的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智慧的帅才呀。当时在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离开了我党率领的军队，但是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根本不能离开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从25000里的长征开始，我当时一直在想办法让毛泽东同志尽快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领导党。以毛泽东同志的才能，肯定能带领我党我军走出困境。所以当时在遵义会议上，我一直力主毛泽东同志进入我党的政治局常委，参与我党的军事领导。所以你当时的讲话遭致了很多人不满。对于毛泽东同志，我希望你能抛弃前嫌，跟他一起打败蒋介石、周恩来跟博古这一席谈话，让博古明白了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这就是史称博洛交权的美文。而当时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进入我党的中央常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